大家好，我是经济部部长沈荣津。这两周谢谢卫生纸厂商毛起来赶工，结果还是有人说市面上买不到卫生纸，我听完我整个人就不对劲，所以我立刻找来经济部的60000人团队。哎，不对啦，咱有60000人吗？今天我直接带大家把卫生纸买起来。我们首先来到便利商店，可以看到这里有在卖卫生纸。你好，请问买卫生纸的人多不多？我每天都有客人来买卫生纸哦。请问一天补货几次？我们补货这频率大概是2到3次。辛苦你们了、哦。不会，谢谢。除了卫生纸以外啊，泡面跟罐头也都备货充足哎、哦。要带你来看一下吗？好 ，OK， 好谢谢。麻烦这边请哦。好。哦，我们每一期都有专门为客人准备的买一送一或促销的专区。哇、啊，不错不错。这一排通通都是。哦。哦，今天呢琳琅满目呢哈，我这高班的拢吃这来一克的这种的，马上吃来一克，嘿，来一克啊，总统嘛都要吃来一克，啊，我出国嘛是都要来一克，哦，在这个药妆店也有很多卫生纸哎，店长你好哦，部长好，啊，今嘛卫生纸今嘛呐，有人买无？有人买，几只吃了铺好几次。还算蛮顺利啊，真好真好。我有看一寡习惯用的这个师姐啊。哦，卫生纸阁真济呢哈，帅哥啊。非常好。啊，买卫生纸真少。买卫生纸蛮多的。蛮多的，是吧？只是民生必需品，其实每天都有持续在进货，约莫一天大概30箱左右。补货大概是从早上晚上都有。哦，都有。卫生纸每人限购一串，看起来是各式各样哦。有这个比较价格比较实惠的，毛比较高档的，请大家呢视各种的需求来购买。我买下来哦，啊来修品一下，修品一下，哇，麻油鸡面呢，哦，看这巴肚拢会枵嘞，哦，袂歹袂歹。哎，帮你劈叉配哦。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结论就是各种通路都有卫生纸可以买，超市卖场价格便宜，比较容易卖光，但如果急用，市场上其他通路一定有卫生纸可以买。再来是清明年假，有人买金纸、银纸，有人买卫生纸，不要紧，拄好就好，要买慢慢买，毕竟买爆一时爽，补货手很软。也请大家继续支持各种台湾制造的好产品，我都会去买各类菜，还有买红萝卜炒蛋。吃到甜不甜？耶、yeah.